现在你要上班，做我们那个信息通讯的，啊，信息通讯的，因为我们那个厅子人嘛，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因为我们那脚贴不上你的手机，啊，哎呦，歪了，不能歪呀。 这里面好大一块，你要是来他就。看多大？哇，你不要动啊！加我来。他们来，就填上。这个卷卷的，啥子？现在弄过了，把这水。对。 我的卷子，提炼出来。嗯。修点儿。现在电脑不行。嗯。太粗了。 看看这个指甲，大不大？啊，你也是有吗？嗯，就是呢，就是。这边也大，这个指甲。 哎，多来一点这种脚。哎呀，走。 嗯，行，这男的绝对有操守。
Yeah.